比方说不分区的争取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要问我这一题，不要害我，不要害我，不要害我，谢谢。因为我现在在拍一个外景节目，叫做《这一票很爽》，那每一集呢都是去拍不同的立委候选人，他们一整天的选战行程。那依照候选人本身特质、个性、风格的不一样，他们设计出来的行程就会不同。那因为吴思豪委员他现在是现任的立委，所以我们早上这一段呢，就是跟着他来立法院上班。那今天刚好也有咨询这样。鸡排妹嘉纯有一个很棒的新节目《这一票很纯》，那她选择了要替很多理念相近，然后代表新政治意向的候选人们来跟拍一日行程。那思瑶是现任立委，我除了拼选举，我也要认真专业问政，所以今天的一日行程早上7点不到跟我在北投会合，那我开车载她上班，体验立委的一天。所以一早我们聊了很多，平常从北投到立法院塞车可能快要一个小时，今天因为跟嘉纯聊得非常的开心，突然觉得哇，塞车不痛苦了。所以我们聊了很多女性参政啊，聊了很多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要保持美丽啊，然后也讨论我们两个都是很会开车的女车手。今天怎么会跟鸡排妹一起来立法院？鸡排妹嘉纯有一个很棒的新节目《这一票很纯》，那她选择了要替很多理念相近，然后代表新政治意向的候选人们来跟拍一日行程。那思瑶是现任立委，我除了拼选举，我也要认真专业问政，所以今天的一日行程早上7点不到跟我在北投会合，那我开车载她上班，体验立委的一天。所以一早我们聊了很多，平常从北投到立法院塞车可能快要一个小时，今天因为跟嘉纯聊得非常的开心，突然觉得哇，塞车不痛苦了。所以我们聊了很多女性参政啊，聊了很多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要保持美丽啊，然后也讨论我们两个都是很会开车的女车手，所以我们两个分享非常多，然后还分享了如何边开车边化妆。对，所以今天是非常开心有嘉纯陪我来一日立委，觉得特别棒。嘉纯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说目前跟行程到现在的话有什么感想吗？对委员的日常。其实我们每一集的立委候选来宾都不同人，那刚好这一集今天拍的是吴思瑶委员，那今天也才刚开始，那之后12月的时候他会有竞总的开幕，我们也会还会再去补拍画面。会很累吗？这样7点一路到现在，因为委员他这样是天天的。7点不算最早的，我们之前跟谢佩芬是5点半开始。对，要站路口拜票。对，去荣兴花园跟长辈们早安，然后再去发文宣、扫市场，然后一整天的行程到晚上9点10点。所以还好。想问一下，因为早上你们有遇到那个张廖万坚委员，然后没有，我说鸡排妹，你有遇到张廖万坚？嘉纯啊，叫我嘉纯，我已经好，就今年刚满30，已经不适合再叫妹了。好啊，然后你有跟他说你稳了，你很稳。这个我没有，选举很怕，我没有这样，我没有这样说。你比较稳，我没有这样说，我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对，绝对没有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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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关于任何，比方说不分区的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不要问我这一题，不要害我，不要害我，不要害我，谢谢。那我们想要问一下，说怎么看说现在网红圈就是陆续爆出说有吸食大麻，包括说蕾拉还有这个九妹等等的，而且蕾拉还有承认说她一开始是说谎不承认有就是吸毒的，那你怎么看这件事？其实我想有公众人物出这样的事件也不是第一次，那当然还是希望说大家不要模仿。那至于大麻该不该合法化，可能现在还有很多讨论，但是其实大家可能要比较注意的是说，当你到某一次要被强制乐戒的时候，你到乐戒所会认识到新的一批朋友。其实很多人有不管是吸食什么的习惯也好，但会是在那一关才开始有人生真正的麻烦。我这样说会太委婉了，你知道我的意思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对，因为可能有些人他就是少量少量，他也蛮自制的。
或者说他平时都在国外玩，他都还好。可是一到说去了乐界所，然后认识新的朋友，那些新的朋友们可能会又再带给他不一样的东西，或是不一样的环境，会变得更复杂。所以你觉得这个应该是相关单位需要去解决的一件事情？因为毕竟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，泰国的情况跟台湾的情况，那假设有一天，怎么样，使用率大增普遍之后，那会不会造成执法单位的负担啊等等，那都有人在讨论。可是我想以公众人物来说，我们还是要呼吁，毕竟他现在是二级毒品，我们就是要呼吁大家不要去做到危害自己某些方面的事。那怎么看说，就是像陈妹，因为她有一定的知名度，那她爆出这个事件的，还有道歉影片之后，还是有一些 YouTuber 去评她。那这是大家的自由啊，对啊，就是大家对于吸食大麻，它到底有会不会被受到道德上面的批判，那个大家自己心里有一把尺吧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尊重大家的意见。谢谢。那我们要不要聊一下，说你今天来参观立法院的心情？参观立法院？其实因为我现在在拍一个外景节目，叫做《这一票很爽》。那每一集呢，都是去拍不同的立委候选人，他们一整天的选战行程。那依照候选人本身特质、个性、风格的不一样，他们设计出来的行程就会不同。那因为吴思瑶委员他现在是现任的立委，所以我们早上这一段呢，就是跟着他来立法院上班。那今天刚好也有咨询，这样，没有特别关注到立法院怎么样，厕所很干净。这算是一个观察点吗？厕所很干净，算是我去过很多公家单位里面最干净。你有同感吗？有啊，对吧？还蛮漂亮的。因为我们常跑各个地方的话，我觉得立法院的厕所最干净的。嗯，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现在是说我们第一步啊，先确定的是在欧洲是有的。那当然，如果说美国有好的机会，好的这个可以合作的，我想我们也不会放弃哦。那但是啊，我看到啊，因为我们要跟海外来做一个联系嘛，可是您刚刚所说的整个跨部会合作当中，好像没有听到外交部哦。外交部在这一块当中有没有给予什么样的协助跟功能角色的扮演？这个好。所以呢，下一页，即便我们在八大科研平台里头把 AI 放进来，我也要肯定，重启的科技顾问制度即将开会，首轮的会议你们聚焦在半导体。AI 及近邻科技，所以 AI 已经成为你看到。